放松，往前用力。这个动作提高你的能量总部，可以治疗98种疾病，又可以减肥。啊，我最高纪录178公斤，三年内剩下70几，到现在已经78年了，剩下50几。哦，往前用力，正前面照，放松。在正前面往用力，放松，顿出来有爆发力，顿出来力量要大，然后放松，顿出去的时候阴部夹紧，大腿夹紧，臀部夹紧，用力顿出去，放松。一天做几次？有空就做，至少做1000次。屁股要不要翘？屁股要翘起来。屁股翘起来。微蹲，微蹲一点点。一次做个50下、100下以后没关系，做完以后怎样？再揉一揉，搓一搓，有空就做，利用的时间做个50、100、50、100，一天加起来超1000次，100%应该减肥，而且你的免疫系统会超高。跟我上这个课回去。一点做不完的，要没做下，没做下，我做不完的。哦，有做过人就知道，很忙很忙很忙，但是忙完以后，有事情会发生，我就睡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健康哎，哦，不用吃药，啊，已经17年的经验，凡是跟我上课，认真照方法做的。几乎很少生病，哦，几乎很少生病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方法观念传播出去。好，我们用七也八也这样，这样脚尖是这样子，这一手是抬起来，是跳起来，跳起来，下面脚这样抬起来的时候，要这脚尖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哦，是往前这样跳起来，哦，这样跳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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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脚越抬越高越好，越高越好，哦，脚抬不高，表示你的肌肉已经堵住了，脚尖朝下，脚尖朝下，脚尖朝下。